监控探头对准的地方是一趟班车的上车点，所以很多人都在这儿等车，当然这儿也就成了小偷经常光顾的地点。一大早的8点多钟，这个穿件黑色外套的小偷就窜到这儿守着了。瞄了一圈之后，小偷盯上了一个背着包的小伙子，趁小伙子从他身前走过还没站好，